来到台湾不能错过的就是台湾的各式特产，像是小吃很多人很喜欢。不过您知道吗，现在日韩光客来到台湾不只吃小吃，还要买美妆商品，像是面膜、假睫毛还有纸内裤被狂扫货，现在成了台湾美妆名产的新三宝。来台湾玩要买什么？现在观光客列出台湾新三宝，应该是面膜吧？对，因为香港比较贵啊。没错，面膜当台湾特产卖，山玫瑰甚至芦荟丝瓜都能变面膜，难怪名列台湾第一宝，一年卖7000万片，叠起来有11层楼高，商机高达30亿。只能说台湾好物可不少，不管是面膜、假睫毛，甚至纸内裤，摇身一变就是扬名海外的珍宝。